变了。不觉得现在很热吗？啊，你把你的外套脱掉啊！夺门而出，然后小明他就追了出去，把门夺了回来。他是有爱干净的，所以我们吃饭的时候晚上都在垫一个垫子。可是有一天那个垫子不见了，我就很紧张，去问我爸说：“哎、欸、爸，那个我们每天吃饭在垫在碗下面那个垫子在哪里？”我爸说：“找饭店。”全大狗。果实是什么吗？简单啦，无花果啊。那没有鸡鸡的鹿呢？啊，没有鸡鸡的鹿，无鸡鹿哦，是母鹿啦，傻眼了。这很烂哎，不就 DOOOG 吗？那我再问哦，那贵宾狗的英文是什么？啊，不知道。VIP dog 啊，你超烂的。哦，你才烂透了哎。那仔威，我问你，单身狗的英文是什么？不知道哎。答案是 you。但是白气球死不道歉，结果黑气球就说我要告白气球，请开灯，爱上你，从那天起甜蜜的。你们都有看过哆啦 A 梦吧？对吧？对吧？有。那你们知道大雄喜欢谁吗？简单，不是静香。那很多个大雄会喜欢谁？